江湖客栈里来了位白姑娘，硬是赖在小蛇身旁不肯走，然而媚娘却想方设法的要赶走她。这位白姑娘到底是谁，又会为江湖客栈带来什么样的风波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心肠就是太软了啦，说什么山贼，根本就是一群好读诗书的小朋友在山间采那个野草莓的，官府连管都不管好不好，就是因为他们毫无威胁性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是媚娘，你何必赶人家呢？这我就觉得他很怪啊，你想想看哈，一个水水的狗牛啊，怎么会喜欢小石呢？如果他不是图我们客栈的银子，那他一定别有心机。我看是你比较有心机吧。难道小石有什么优点我没有给他发现吗？那我这就去给他挖掘挖掘。没有，不可能的，小石哪有什么优点，没有人喜欢小石的，那女的就要走了，看我的，拿着。姑娘啊，我说你呀，小飞哥，我要回去了。真的啊，飞哥哥，你我相聚就是有缘，大家又待我如家人，只是天下我不散的宴席，我看我还是走了吧。再会了。姑娘，请留步。这是你的丝巾啊，姑娘，你好面熟啊，你是我书院同学。我是你书院老师。哦，好久不见啊。多住几晚嘛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边请啊。小飞，小心点啊。小飞，你不是跟我说要把他赶走的吗？来啊，妮娜，姐夫，又怎么了？那个女的赖得不走啦。是吗？听说那个女的是你姐姐，还有小飞把她留下来的。姐姐心软了，小飞好色了，他们弱点后那个女都掌握住了。那女的人不错了。姐夫，你是这客栈的管事，那个女的后精通蛊惑人心，你想看呐，才一天哦，她就控制住姐姐啦、小飞啦、小石啦。那要是再多待两三天，那大伙不就要对她言听计从啊？那你这样当客栈老板，还有什么权威吗？哎呦。你讲这个话倒是真的呢，所以必须未雨绸缪了，我们来把他请走。哎呦，哪有那么简单啦？没有人请得走他了。怎样？那就让他自己走啊！你把他叫来。你说的哦。好。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们客栈让你住啊，是我们的荣幸，但是我们这里有规矩的，你要在这边住的话呢，就要干活，所以现在要蒸包子。蒸包子？我可以帮你这个忙，我们两个可以一块包包子，比较省时呢。不是我们两个一起包啊，是只有你包啊。而且啊，你要在半个时辰之内啊，把它包好，蒸200颗包子出来。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想说，怎么可能能够办得到呢？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的客栈规矩就是这样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因为啊，要是客人一多的话呢，我们包子包的不够卖的话呢，那客人都走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考验你一下了，加油了啊！
我想到就好笑啊！一个时辰包好，蒸熟200颗包子啊！我提出这么扯的要求啊，他要是做得到，我的头剁下来让你当椅子坐。就连我这个包子快手，一个时辰啊，顶多能包好50颗而已。那呢？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如果他没有拿出200颗包子，你就有理由可以弃嫌他，这样呢，他就会知难而退的离开客栈。太好了，姐夫，今天呢，真的是你在这几年来最聪明的一天了呢。哎呀，好说好说。老板，姑娘，怎么了？放弃了？哎呀，时间才过一刻钟哎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很抱歉啊，你不能待在本客栈了。哦，不是啦，老板，是要跟您说，我真好了。真好了？啊？你一刻钟的时间蒸好200颗包子？不是200颗啦。哎呦，那不是200颗，那抱歉了啊，我是叫你要蒸熟200颗的。我是一时糊涂，多蒸了100颗，所以现在里面有300颗包子啊。真的300颗？哎呦，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重点是要好吃啊。喜欢就好。如果这样，我再去上街多买点肉，继续包。哎，奴才愿意为你效劳，请请。哎，太厉害，太好吃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是正常人做得到的，除非他不是人。江湖。这几天他是天天来，那怎么样呢？就是点着一个包子啊，这个摆在那边就盯着看，不吃。哎呀，月老就可怜的啦，得了厌食症，他很久都没有吃东西，又只喝水。哎呀，客官，你怎么不吃东西呢？我不饿。实在是太美味了。这，他吃东西了。是白姑娘让他吃的。白姑娘太厉害了。谢姑娘，这包子太好吃，给我喂点10个。啊？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客官，就是你的10个包子。哎，啊。哎呀，哎，谢谢啊！下次多吃点，下次再来啊！哎呀，白姑娘啊，你实在太厉害了啊！一下子我们就卖了10个包子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开心的起来？对呀，哎呦，怎么了，江捕头？
有没有人见过他啊？有没有人见过他的通缉犯南拳呢？啊，这是无影手南拳嘛？这我知道啊，这先前官府追捕啊，哎，可是因为此贼啊，双拳轻快无比，手铐竟然上不了，给他跑了。哎，对了对对，是哪一个巡捕那么笨？这，老大啊，他骂你笨，你别承认不就没事了你？哦。没错，就是我，我这黑锅给背大了。我再逮不到人我就糗了。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他？有没有人见过他？能不能叫他把双手绑起来交给我呢？你干什么你？干嘛？你干什么你？对，是你，小林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是，抓。抓！老大，他已经把自己绑住了。啊，这样。对。这他是？啊，他是这个。通缉犯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奇怪了，没事你干嘛绑住你自己呢？对呀，我行经此处，看见此女美貌如仙，不是你，是后面那位姑娘，想说进来瞧瞧，又怕拳快伤人，所以我就把自己给绑了起来。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对呀，来带走带走带走，是，起来，小心点，走，小心一点。哇，姑娘，你立了大功了，感谢你啊，几兵一家，带回去领赏。是，说是我抓的啊，是。哇，白姑娘，你立下了功劳啊！我们为白姑娘掌声鼓励啊！太厉害了，这真的是太超过了。五六啊，不要再玩了。哎，你有听说吗？这白姑娘呢，她现在可是受到街坊邻居的欢迎呢。嗨。生意是越来越好，客人越来越多，都是冲着白姑娘来的。哎，不对，客人多你还在这偷懒？你放心吧，有白姑娘在啊，包子永远够卖。哎，你知道她一刻钟可以蒸300颗包子，了不起耶！哎呀，看来白姑娘真是咱们客栈的救星呢。哟，怎么了，媚娘？不开心啊？哎呦！那个白姑娘很奇怪，怎么会呢？她人很好的呀。对呀，媚娘，你不能这样嫉妒人家，你要见贤思齐嘛。我嫉妒她？我干嘛嫉妒她？那个给鬼给拐家伙。哼，哎，二娘，你好好管好你妹妹啊，她这种心态很糟糕啊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揭穿那妖女所使用的妖术。还好我弄到这本《江湖妖术秘籍》呢，里面记载各种江湖上会使用的妖术，而且还附有图解。我赶快给他来看看，看看哪一种啊？啊，有了有了，江湖妖术分成两种，一种是幻觉障眼法。第二种是超能力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，媚娘？急匆匆的啊！小辉，那个是什么？一大笼包子啊。哦，你果然被幻术给蛊惑了啦！什么跟什么啊？来，经过我查证吼，那个白姑娘呢精通江湖妖术，所以才能在一刻中做出300颗包子。可是呢，别不相信，这些包子都不是真的包子，都是幻术。所以你在吃包子的时候呢，以为自己真的吃了包子，可是呢根本不会饱。为什么嘞？因为都是幻觉嘛。媚娘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是说这个不是包子？你不相信啊？不简单呢，我
那是味道、触觉跟温度做跟一模一样。哦，这是一等一的幻术哎。哎呦，媚娘，你很无聊哎！我原本以为你拉我进来是要……哎，我把那一整笼的包子给吃掉，我要跟你证明。而且啊，我可以把它吃完哦，而且一点都不会饱。嘿娘，你疯了吗？嗯，那一整笼至少有四五十个包子，你要一次把它吃完。陈小薇，你醒一醒，这些都是幻术啦！你等我瞧。江湖江湖大咖，哎呀，媚娘呢？我有事情要找她谈谈。她在厨房里呢，等她走得动的话呢，她自己就会出来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妈，哎呦，媚娘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她吃了五十个包子啊！你干嘛这样呢？他说白姑娘做的包子呢是幻觉，吃了不会饱哎。哎呦，媚娘啊，我正要找你谈的也是这件事情，你要这样子见着人家好就嫉妒人家是很不应该的。哎呦，那我妒忌他那个使用幻术的妖精。你再这样说姐姐要生气了，爹娘是怎么教咱们的？姐，我没有骗你啊，那个女的哈，一定会用幻术，或许那个包子哈不是幻觉，他哦，肯定一定具有超能力。哎，对啊，还有啊，我在这本书上看到哈，只要拥有那个超能力幻术者的头发一撮，只要经过施华，我就可以拥有那个超能力一个时辰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撮就是那个姓白女人的头发，我要做法证明给你们看。那你要怎么做？首先呢，将少许的发丝呢放进普洱茶中浸泡一下，然后稍作搅拌，接着呢将茶水喷向脸上即可哦。你这个方法有点蠢吧？啊，这样我就拥有超能力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要上屋顶，由上往下跳，而且不使用任何的轻功，而且呢绝对不会少任何一个汗毛，因为我已经拥有超能力了，我要证明给你们看。走啊！媚娘，你不要想不开！哎呀，我这妹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就是你们女人之间所谓的竞争吧？去拿药替她夫妇。我不理她，幼稚。啊，这个啊，《江湖童言童语录》第四册《江湖妖术秘籍》啊，这个太荒谬啦！这什么书啊？这个啊，就是写给小孩子看的童书啊。哎呀，里面乱写一通，没有一样事情是真的，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。哎呀，别管书了。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白姑娘如何？很好啊，又漂亮又娴熟的啊。那你是喜欢她？喜欢她就成亲了，这白姑娘可是咱们客栈的贵人呢。不，结婚是终身大事，哪能说娶就娶啊？而且我还在等我命中注定的女孩出现呢。哎呦，你们郎有情妹有意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她就是你那个命中注定的女孩啊。哎，不是，之前算命师有透露，一定要在月食之夜，天有乌鸦飞过，路有豺狼横行，那个时候啊，出现在我身边的女孩才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。月食啊，乌鸦，豺狼，哎呀，咱们附近哪有这些东西啊？你慢慢等呗。
但是他却不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侣。你看，果然不是月食之夜吧？啊？月食？怎么可能？刚刚不是才好好的吗？黄公子。哎。不要怕，我不会害你的。啊？你。一个人在这边赏月啊？哎，对啊，哎，白姑娘，你看，今天是月食之夜，据说我命中注定的伴侣会在月食之夜出现。乌鸦？这怎么可能？月食？乌鸦？莫非？乌鸦、豺狼，全部都齐了。难道？江湖。新娘呢？啊，在房间里梳化呢。媚娘呢？媚啊，在房内疗伤呢。哎，我看呐、啊，等不及了。小石的人生终身大事啊、嗯，我们先开会决定。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开会。坐好，坐好啊。决定一，小石要和妻子白姑娘成亲了、啊。白姑娘呢，从此就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赞成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那决二，明天就让小石跟白姑娘正式成亲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赞成啊，赞成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么现在就由我主席三锤定案。哦，没有到现场者，视同弃权。平真法海，那我们家办喜事，你反对什么？这里不能办喜事啊！为什么？有妖气啊！妖气，妖气！远远路过此地，就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妖气啊！此地一定是有妖精的。妖气，妖精。老和尚，您在说笑啊？咱们这里是客栈，哪来的妖精啊？平真为人耿直，从不说笑，就算说了，也不好笑。这个很好笑的，这个还蛮平常的，这么做好笑。对啊，可是你说谁是妖精啊？就是你，老鼠妖。啊！不要跑！我没跑啊！你是老鼠妖，我现在就拿出老鼠最害怕的法宝来收拾你。啊！那是什么？老鼠最怕猫，这个法宝就是猫砂。啊！上面浓浓的猫味，吓死你！呸！奇怪，你怎么不怕？难道我误会你了？哎呀，烂咖！不是说嘛，我们老板都已经说过了，告诉你，老鼠怕的不是猫，老鼠怕的是蛇。那还说不是你？啊，两条胡须露出狐狸尾巴了吧？
你这个土司机啊！我土司机，我土恶心魔你的。这本食谱记载了药炖土司的食材，你接收吧。你怎么样？你要干嘛？什么东西？黄芪、生须、姜片、枸杞，怕了吧？不错的药材，拿去炖汤，谢谢。烂汤！切，怪了，他们都不是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狮吼功！糟糕，驯兽鞭忘了带。对不起，没事了，贫僧先告辞了。站住！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当本客栈是公共茅厕啊？吃什么？有素包吗？贫僧吃素啊。本客栈只卖肉，不吃东西就住宿，没消费你休想离开。哦。正是。我听讲吼，你是因为闻到那个浓浓的气息，那个妖气啊，所以才会来到我们客栈，是这样子吗？此地妖气甚浓，你们凡人闻不到，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原来你知道谁是妖吗？问得好。哼，这得好好查查，别再误会人了。可是我真的怀疑我们客栈内真的有妖精哎！真有此事？我告诉你是谁，你去收服他好不好？妖有很多种，不同妖有不同种收法，你得先了解是哪一种妖，确定后我再收，别再误会人了，否则有损老衲的权威啊！那呢？我该怎么做啊？三个方法。我只说一次，你听仔细了。万物尽管皆自得，虎都不食子，最后方知酒浓。你说那么快，我怎么记得啦？努顿，我说最后一次。万物尽管皆自得，虎都不食子，以及最后方知酒浓。什么什么跟什么了？太水了。我解释给你听。所有妖都由动物精所化成，但兽性难改，所以只要静静观察，就能发现其因其性而透露出来的破绽。那个虎都不食子嘞？妖也不吃同类，只要看它不吃什么动物，就是什么变态。酒后方知最浓嘞？是最后方知酒浓，正是没有慧根。拍谁啦？请大师开示哈。雄黄酒一入口，便兽性大发啦。静观皆自得，媚娘，午安。有事吗？没事，那我回房歇息了。听起来像是猪叫，他一定是那个猪精化成人的。哼！媚娘，你在干嘛？没干嘛。那你在干嘛？我送白姑娘最爱吃的猪肉包子给她。
猪肉包子。虎毒不食子。啊，他不是猪精变的啦。江湖。今天是我黄小石的大喜之日，啊，感谢你们这些年来的照顾。哎呀，还好，那我照顾。我就以茶代酒，我先干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石啊，哪有人干杯是用茶的？是逊咖。哎，这人你要大喜之日呢，人家要嫁给你，你身为忍夫哎，你身为忍夫要有胆量、有胆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喝茶呢？你好歹也要喝一口好酒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小佩啊，准备上来。好。啊。这一场不简单的，你来。一场。好。太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喝完这一杯呢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这可是老板这个蛇酒，哎呀，不要啰里吧嗦了，赶快喝啦！喝！喝！喝！新郎官啊，喝完了，懂了你爸呢？我们新娘子她也要同样喝一杯。我们是酒力的，那有什么不生酒力？哎，这个蛇酒啊，很有效的呢。你没听过那个蛇店在讲啊？嚯，今仔日两个抓来小家，加输两台。嚯，人讲长沙出名好，台湾出大蛇，台湾我大蛇本事啊，吃也袂呆，骨骼会百八十啦。你不厉害，破树根叫成功，比五根更加大只的毒蛇，每公分比根300几块大，单标12000几块，才知影即摆蛇大型，捡你食去巴肚内，点点清清，点点清气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总而言之，这个蛇酒啊是滋阴补阳嘛。以茶代酒，以茶代酒。对，不可以。这一杯干下去，喝。老六啊，人家是女孩子，怕蛇很正常，你就不要逼人家喝这个蛇酒，那换点别的嘛。蛇酒不行啊，不要紧。我还有另外一坛呐，陈年的酒。小佩，把它扛上来。说真的，今天这个大喜日子啊，我非常开心。小石啊，你
真是厉害、啊，能娶到白姑娘这么漂亮的一位姑娘。是啊，是啊。白姑娘，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你，跟你也不熟。但是呢，你今天既然嫁给小石了，就是我们家庭一份子。我也顺不见外了啊，我就直接问你了。是。你是眼睛瞎掉还是头壳坏掉？怎么会选到我们黄小石当你的夫君？老板，其实我……恭喜！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不要紧，你不方便回答的话，没关系，照规矩来，再罚一杯。不要再喝了。哎呀，今天趁着这个酒意啊，酒喝多了，再为我们来跳一支舞蹈。雄黄酒现原形，土性扭腰。哎呦，他不是人才刚上来吗？他怎么连个脚步声都没有了？这是什么？金刚神又名菩萨低眉神，一旦被绑住，除非心无邪念，否则永远解不开，就用它去逮住那条坏蛇吧。我有问题。说。就是啊，那个女的在她房间里面哈，啊，她在房间里面，你怎么进去逮住她呢？因为你是男的，她是女的，啊，男人不能进女人房，会被人家误会，更何况你又是一个出家人耶。这还不简单。他有个笨丈夫啊，小石，对吼，他真的很笨呐、啊。小石，恭喜呀、啊！谢谢。姐姐、姐夫跟小辉嘞？啊，他们都喝挂了。村口卓大神哈，托我祝你百年好合、啊！谢谢。可是，哪一位卓大神啊？他叫守寡那个啊。吼、哦，你都不知呀吼、哦，那村口的卓大神跟他丈夫堪称是神仙眷侣。婚后呢，他们非常的恩爱。谁知道，哎，世事无常啦、啊哦，一场瘟疫吼，他丈夫赶上了。你讲可怜不？哎呦，还真可怕哎。嘿啊，而且还听说吼，他们万事俱备，就差一点。啊！高人祈福，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啊！你都不知道哈，很多大难不死的人都是因为有很厉害的高人帮他们祈福，所以逃过一劫的。哦，那晚点我带我娘子过去。哎呦，别等了啦，分秒必争呐！哈，灾害来的速度咻接着来啊，你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。哦，那我现在就上楼去叫他。去叫他，去叫他，叫他。哎哎，可
是从客栈到城里这段路上好像也充满危机呢。嗯，那怎么办？那个祈福法师有外送服务吗？说起来哦，你真的很有福报了。啊、客栈好像住了一个道行高深的法师。哎，让我欢迎火海大菩萨。这位相貌平庸的公子，想必就是新郎官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好，就让我来为这位佳偶祈福开光吧。啊，好，那大师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来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哎，大师，这是我娘子的房间啊。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不是大师，你不是祈福吗？怎么搞得像捉蛇一样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大师还我大师啊？快点开门！哦，好。哎，娘子啊，娘子，我是小石啊。愣在这干嘛？直接开门啊！大师，你祈福这么猴急干嘛？啊，我直接开了。哎，娘子，我要开门了啊！嘿嘿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是一条白色的巨蟒啊！白色的巨蟒怎么会在我娘子房里？我娘子呢？你娘子就是蛇精所化作的人呐！啊，大师，你现在是说我的娘子是一条蛇，我娶了一条蛇？那我娶了一条蛇！哎呀，那个女的是条蛇哎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正的蛇啊！这是真的，我一直怀疑他，可是你们都没有人要相信我。可是那个女的为什么要缠着小石呢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不过借了他一把雨伞嘛。哎呦，你的脚还是没有知觉吗？啊！哎，是脚软，不是没有知觉。对不起，我就说我有恐蛇症嘛，一看到蛇就会腿软啊，没想到看到这么大一条蛇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终身瘫痪了。哎，那个不是有个法海和尚吗？叫他去抓呀。哎呦，他被那个绳索给困住了啦。哎呀，困住了，我拿把刀把他劈断了不就得了？姐夫，不好了，那个是吼怒目金刚蛇。被绑住之后，任何东西是劈不断的，除非被绑的人后他心无邪念啦。这法海是个和尚，怎么会解不开呢？没想到这个妖和尚邪念这么深啊！哎呀，先别说那么多了，咱们赶快去把法海和尚把他救起来，然后让他好去捉妖。来，上去吧。我不敢了。我也不要啊。梅娘，你在这边帮小石复健，那我们三个上去啊，快点！你是个男人啊你！我帮你。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啊！《白蛇传》完结篇，请待下回分解。钱存在我家，江湖基业坐上他的时光机。